据报道，韩国女歌手 Jessica 将于8月13日在首尔举行10周年的纪念演唱会，与来自世界各国的粉丝一起庆祝自己出道10周年。 Jessica 的经纪公司表示，为答谢过去10年各国粉丝的支持， Jessica 特意举办了这场演唱会，她将在这次的见面会上率先公布将在8月份发布的新曲。此外，为纪念出道10周年， Jessica 还将于7月29日起在台湾、大阪、东京、香港等地区举行亚洲巡回演唱会。